师。师姐，找死吧你！还想找小三儿？我不会让你们这……佳明哥，我们怀疑你和一场命案有关。我来的不是时候。那个假警，快点叫救护车呀！就算是误杀，也得判好几年呢。要不然我们分尸吧。人呢？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你按我说的去做，我就把你想要的东西还给你。你紧张什么？没紧张啊。那你怎么冒汗了？跑不跑的？